他是世间最后一位神，也是百年难遇的天煞孤星，天生无泪。他曾是长留上仙白子画的徒弟，经历了一系列的转折之后，突破封印，成为妖神，最终死于爱人之手。他死前曾经诅咒他的师傅，他的爱人，他的唯一白子画，不老不死，不伤不灭，永远活在失去自己的痛苦之中。看到这些词，想必看过《花千骨》的人都知道，赵丽颖饰演的花千骨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光，就是和师傅白子画在一起；而最不幸福的时光，也是拜白子画所赐，甚至将他丢入蛮荒之地，导致半张脸毁容。其实呢，花千骨对于白子画的爱情，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，都是因为白子画始终不敢承认自己的爱，才导致最后的悲剧发生，亲手杀掉自己所爱之人。白子画的一生都活在纠结之中，纠结自己对小骨的爱，纠结自己是否能够给小骨幸福，甚至在纠结自己如果承认自己喜欢小骨，会不会丢掉自己长留上仙的威严。总之呢，在一切的顾虑之下，眼看着自己的心爱之人离自己而去，并且爆发了藏在内心深处的洪荒之力。但是呢，《荒千骨二》似乎很快就会与大家见面。相比在第一部的结局，虽然白子画亲手将花千骨杀死，但是在他死后，魔眼幡然悔悟，以灵换灵，救活花千骨。从此呢，以失去记忆为代价，与白子画一起游历凡间。这一切的一切，似乎都在为《花千骨二》埋下伏笔。也有很多的人对此产生疑惑：《花千骨二》将何时与观众见面呢？据网上透露的消息可以看出，《花千骨》第二部当中饰演小骨的演员仍然是赵丽颖。这个选择确实不错，也符合观众的口味。因为呢，在第一部当中，赵丽颖将花千骨这个角色饰演的是惟妙惟肖。换作是任何一个人，都是很难超越的。赵丽颖之后再无花千骨，而白子画的人设也是深入人心。她一副冰山的形象，让很多人不敢靠近。但是花千骨却是一个例外，她只有白子画的身边时，那一种单纯善良的样子才能够展现无疑。但是呢，在第二部当中，白子画似乎是面临着被取代，而取代她的人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更新。这个消息呢，似乎让很多人都不解，因为呢，林更新和星儿还有一段不解之缘。面对着白子画的人设，不知道林更新有没有做好准备？《楚乔传二》的拍摄难道要推移？很多人对于《楚乔传二》的到来呢，也是爆满了期待。林更新和赵丽颖也是搭过戏的，想必两个人无论是出演《花千骨二》还是《楚乔传二》，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精彩。《花千骨二》即将开拍，马克还停留在杀阡陌，可以继续杀姐姐。《花千骨二》即将开拍，演员基本不变，赵丽颖依旧是饰演小骨，但是白子画或许不再是霍建华，大家会不会失望呢？《花千骨二》开拍的消息一出，一群老90后呢就已经疯狂了，毕竟那是一代回忆啊。续集既然跟上了，绝对就会跟着刷剧了。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让大家很纠结：第一，小骨已经死了，那么花千骨还怎么拍呢？这一点请不要担心，请相信导演、编剧有10000种方式让他们合情合理的活过来。第二，霍建华如果不出演，那么谁来演白子画呢？根据大家的推测，应该是林更新。不知道大家对于林更新的印象怎么样呢？觉得林更新能不能够胜任白子画这个角色呢？第三，马克终于可以复出了。马克从《家有儿女》之后一直销声匿迹，一直到《花千骨》才一举崛起。但是呢，《花千骨》结束了，马克又开始销声匿迹，这似乎给人一种十年磨一剑的意思。而不少网友都表示，马克自从拍了《花千骨》之后呢，一直都沉溺在那种角色当中，不管饰演什么新的角色，都脱离不了撒阡陌的影子。这才导致后来马克僵硬的演技得不到观众的认可，又或者是马克塑造的撒阡陌实在是太出色了，以至于马克再拍什么电影都没有办法再有更高的提高。所以这样看来，马克呢确实也是挺尴尬的，谁让自己一下就那么出色呢？直接让自己的演技达到无法超越。但是值得庆幸的事情来了，《花千骨二》开拍，马克终于回去重新饰演沙姐姐。不过沙姐姐似乎是不需要复活，因为《花千骨》第一部的时候给观众留过悬念，就是沙阡陌没死，而且还动了，还有印象吗？
时至今日，你们还对花千骨里面的剧情有多少记忆呢？还有多少是你们每当想起花千骨就能够想起的画面呢？也许赵丽颖的花千骨来回魔仙两界都得到了偏爱，但是你记得是不是只有花千骨最后倒在白子花的怀里呢？其实呢，一部影视剧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，就是靠前面的剧情烘托最后的结局。之所以花千骨能够成功，可能就是剧本跟导演、指导演员的共同努力。这样的经典值得怀念。而此刻的你，脑海中第一个闪过的花千骨片段是哪一段呢？而如今的《亮剑三》还有新版《鹿鼎记》，是不是都颠覆了你们对剧本的理解？每一段剧情是不是都让你们怀疑人生呢？所以呢，不要在不值得的剧情上面浪费时间，不如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新剧《花千骨二》吧。